来到了首尔市区了，这个妆好可以，40.8，现在是百万富翁，我看起来好吃哦，有点凉，但是很脆。我看这个大小大只哦，这也是明洞的一个天主教堂，大块的泡菜啊，这泡菜我可以哦，这筷子好扁哦，好难拿，还有什么料？好细的，制作一个 Man Life 送给观众。哦，我看。分钟三个人，这太多配菜了吧？好嫩哦，老酒，好美啊！远看觉得没什么，近看觉得很壮观。我靠，下雪了！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我要跟 Vicky 去韩国5天4夜的旅程。我们等一下会从桃园搭飞机去韩国跟他妹会合，组成一个3人的自由行团队。那现在时间接近快早上4点的时间，现在韩国是负的，所以等一下要穿个外套了。等一下我们就2个小时的车程出发韩国 ，Go Go。我们要走了，两度C，快吐烟！耶，我们到了韩国了，经历千辛万苦，从20度变到只剩2度，负2度，好晚。绕去停车场，然后再绕回来。我想说这个路线怎么都一样，都没有人。对啊，绕一圈回来，然后现在转搭这个。这公车要在3楼搭，我们刚才是在1楼搭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这一台才是对的。来了。我们汇合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先去民宿放行李。来去明洞换钱，全一张。对。你要甩哪一个都是一样。都一样。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全部。他不会掉2个下。不会。就这样。请选择充值金额。充值。4,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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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千翁是多少钱？一千翁就是港币6块钱。哦，25块台币。你动一下。好正哦。重见天明，我们来到了首尔市区了。
哦，虽然现在出太阳，但是好冷啊。我们到了，终于，这是我们五天四夜要住的地方。哇，离地铁超近。我们进来了，洗衣机，小厨房，透明的。哇，有免费的。哇，微波炉诶，神送的，还有吐司机，这是什么？吐司机哦。哇，电视，感觉很智慧耶。我们的家是这样吗？差不多。哇哦，这个装潢可以耶。你要以后家里装潢就这样了。这冰箱也太大了吧，好干净哦。这应该是新的，然后 洗手槽下面也有很多柜子可以拉，很多柜子可以拉都给它拉。这里有小衣柜，又有鞋柜，我们到时候要这样，像这样，对啊，一定都要隐藏的，对啊，这样很好。我们一切整顿完毕，我要去明洞换钱，围巾、手套，剩毛帽而已。我考你一个问题哦，你知道韩国人为什么都不戴毛帽吗？因为韩国人觉得发型比较重要。没有。这里有很多换汇的地方，很多女人借的东西，哇，可以韩国代购了耳环换汇，台湾40.8，一块可以换40块，耶，我现在是百万富翁了。逛完了，我准备拿100万拿来吃东西的，剩下的拿来买东西。然后现在已经没钱钱了，剩下50万，全部上缴。这里挣很多换钱的，所以这里汇率比较好。来查一下汇率哦，台湾银行今天是0.026，所以如果在台湾换的话，40000只能换153万，那我在这里换换了163万，多了10万的韩币可以花，好爽。现在走进来夜市，看到什么都很想吃的 Oreo， 什么热狗，哎，关东煮，哇，年糕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哇，好新奇哟、哦！棉花糖、猪肉，哇，我的脚重了。张一烧，女人街，点点舒服了，要不要吃？在哪里？我看起来好吃哦，鸡蛋面包。一个2000了，2000就是50一个。哇、哦，冰棍5000块，不俗。啊，这我这边会安逸呢，这边会点面。看这个，他们俩寿司。哇，这吃的好长哦。好香哦！这里很多卖鸡蛋面包的，感觉可以来试一下。
快哦。我们这个炸小贩之中，你觉得 OK 吗？当然啦，都来了还不吃，对不对？好香哦！有点凉啊，有点凉，但是很脆。嗯，感觉可以买个韩国造型的毛毛。这也是明洞的一个天主教堂，算是一个地标吧。拍一下。好多人啊，夸张！这里是熊汤，有虎汤的汤饭。好。然后等一下再把这个推到这个。我们要吃这个。好暖哦。那你想吃什么？大块的泡菜啊。这才是正港泡菜。吃泡菜吃到饱。是在韩国。泡菜。嗯，好吃。嗯嗯。不酸。它不酸哦。不酸。不酸。会辣吗？辣。辣。有点点。好扁的筷子哦。嗯。很难拿。对啊，感觉快掉了。然后手又很重。不小心穿上你的衣服。不酸了，可以哦。不酸了，不酸的是辣，只是咸和辣。嗯。那我来尝尝。这泡菜我可以哦。萝卜。这个泡菜，萝卜泡菜，这萝卜泡菜就是会酸，会有点辣，但是很开胃。哦，这筷子好扁哦，好难拿。哦。萝卜加到中间是酸的。哦。会酸。啊，这萝卜是脆的。嗯。腌过了，然后会酸。还有什么料？香菇啊。哦。好喝。加了胡椒，超好喝。你要不要喝一口？我这是加胡椒，因为先喝纯汤一样嘛。比较淡一点。哦，有哦，除了胡椒的味道更香一点，很奶耶，好辣耶，它那个有红枣和人参的味道哦，比较多。咁样加饭咯，系咁样。我们都是葱而已。加饭都可以啊，就是全部加进去就好。嗯，这个汤真的蛮奶的。嗯，好喝。所以叫做雪伦汤。我喜欢吃泡饭，所以我觉得你吃不完。快吃啊！吃这个肉看看。嗯，很薄，好细的。它这个葱很多，很适合吃葱的人来吃。泡饭，这天气很适合吃泡饭。完食。哇哦，好可爱哦！制作 Vicky 哦，制作一个 Man Life 送给观众。可以耶。不完了，好可爱哦！因为我整一只狗嘅，因为佢代表佢喺生活里边系用呢只嘅。我看，我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咁长到肚皮，好
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去吃烧肉，韩国烧肉。这也不知道在排什么，好多人哦。吵架。哦，在排港式的呢。我们现在来到地铁的地下街，这边卖最多是毛帽跟手套，还有围巾，冬天保暖的东西啊。地铁人潮、哦、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，感觉人相对少哦。我们要前往烧肉，我们要去热海吃烧肉。没有啦，我在韩国哎，吃吃吃，哇，好多人哦。要预约吗？三个。哇，惨念，那一间预约已满，吃不到了。不收了，不收了的，只好找别间。我们换吃这一家啊，这一家好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外面蛮多人在等的。分钟三个人的。哦，这个意思。白吃，这太多配菜了吧？蒜头哎、欸，烧酒，甜甜的，有点料酒的感觉，就是 fresh 新鲜的。他是叫我们自己烤吧？不是啊，我听的没错的话。你会韩文的？对啊。真的吗？这是什么雪花牛啊？哇哦，看起来好爽啊！等一下可以加这些配菜吃。为什么呢？加什么？哇，又是扁的筷子，看一下哦，当然是吃原味的啊，玫瑰眼，一口啊。好嫩哦！这雪花牛 OK 耶，很好吃耶，很嫩，感觉可以煎两半，加一片蒜头。嗯，这筷子很难用。一口，我大一口，会变很清爽。好多油脂啊、哦！好嫩，杏鲍菇，嗯，沾一点玫瑰盐，然后蒜头，一定要的啊！夹不起来，这筷子太难用了。嗯，好满哦。
嘴巴好满哦。这个肉搭配这个菜很搭。腌过了五花，好粉啊，好紫啊，买红茶的。完食了，烧肉吃饱饱，然后出来又开始冷了，不冷了啊，因为刚有喝酒，现在身体很热。喝酒其实更冷。哦，我的脸很烫。对。那我们现在要去首尔塔看夜景 ，Go Go Go！ 越夜越冷。现在4度，我们等下要去的地方好美啊！这是维多利亚港，这是公车站，很冷的公车站。哇，远看觉得没什么，近看觉得很壮观呢。Merry Christmas！ 他是在笑我讲的话吗？我只是讲 Merry Christmas， 那笑成这样啊！很冷。这是首尔塔下的视角。哇，这点都有在看夜景呢，都一对一对的，然后坐在旁边，就往前看一下，吹个风，哇，快冷死了。还不错、啊。我靠！下雪了。我很想影我见到。没了。就是影。这个应该是冰雹吧？试看看。今天吃了几样美食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蛮新颖的。这样，那个烧肉真的是一级棒，然后它配菜超多。OK 啊，以上是第一天的分享。我喜欢一片朋友，结伴那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就订阅哦。那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